想不到吧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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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夸张 kill。对，对面那个廉价遇到的不是雷队友啊，遇到的是神一般的奎伦。天才代厨，官方赖小老鼠 MVP 6666，正规合法代厨，价格公道，被所包赔。或者点击资讯栏连结加入哟。来个排位吗？先上星耀一好了。好了，今天先打个排位了，轻松打。请选择专用英雄。打野啊，玩奎伦好了，切一切。传说超值包没买，你违背你的 ID 了，那怎么办？哇，这些人场次这么多啊，200多场，100多场，说谎吞1000根针，吞你个巴拉，这个200多300场啊，好猛哦！我的 DC， 哎，谢谢阿瑞15台币，谢谢你，我的 DC 啊，这个开台都有啊。刚吃鸡天使鸡排配5同号真奶，哎，那个5同号的那个泰式什么奶茶好喝啊？传说对决，那个不错，还有那个5同号什么金田什么一茶也不错啊。廉价单板恐怖不会啦，多特嘞会，哎，阿波火险要不要钱？听说廉价单排很恐怖，是不是之类的？实测廉价单排之类的，是不是？会不会被雷还怎样？布拉布拉之类的。打个蓝。嘚儿嘚儿，本来买太奶卖完了，哎，他太奶是真的好喝。那个5同号，也用 UAG 吗？对啊，因为我手机会一直不知道为什么，他会一直掉在地上。珍珠奶奶好喝到没铺茶哦。如果是店员，我说我要真奶，他说我没有，我们只有珍珠奶奶好喝到没铺茶。我说那我就说那我不用了，谢谢。会不会很那个破坏那个情调啊？但我本来就是一个没啥情调的人。三等。今天打住素材了吗？不才第一场哎，哥。哦，勇打下路，绿茶冻5同号拿铁也好喝。好，我下次喝看看。戳一下，没戳到。哎，哦，他按表情，他按表情，压傻啦，有点嚣张。这小心该死了！等等我，马上到。发现目标。从来都是有胜者。886，小亮，真棒！带个凯撒呗。天才，如果我开星耀三的，会撞到你吗？有几率吗？有吧？我很烂啊，不要撞我。我很烂啊，我很烂，别撞我。我一个堂堂星耀二的实况组，对不对？那你看一堆实况组都 S 璀璨 SS 了，哎，剩我还在星耀啊！哎呀，曾经的巅峰第一，哇，还在星耀。哎，没有了。其实我很懒得打。说谎吞1000根针，不用了，谢谢。You know？打这个好累啊，拉一下 ，Triple Kill。哦，勇骂人，他说击败。哦，骂人，不是勇骂人，反正骂人。哦，检举，不雅言语。哦，辅助打的哦，我不知道哦，辅助打的哦。我不知道哦，辅助清兵的哦。不是非黑即白，还是打天堂比较实在，晚一点。相信我，很快会上去的，对我有信心。其实是我很懒得打，我打传说对决很累。我一天说实在，我紧绷哦，我打2场3场，我就完全不想玩传说对决。打传说对决很累，而且我打一场，
我就会开始有点累了。我打两场哦，我那眼睛会超酸的。打传说对决，这眼睛好像坏掉了。哇，你一个队友，哎，超好笑的。他那个队友往上跑，结果那个凡人不是那凡人，那熊猫往下救他。买造型不就是在工作时花钱？对啊。哎，说到买造型，天才袋鼠美败哦，安全、迅速、合法，被锁包赔，女小编服务到好，有5000多人使用喽。等一下，5000多人是真的5000多人，不是什么假账号啥，是真的5000多人啊。我不去买那些无为不为。天才哪里人？台中人哦。不用打太高，现在不是开土就洗分，哇，这样不行啊！哎、欸，啊！我犹豫了，我应该打到底了。这波我的问题，抬头看聊天室就死了。多开台触及会比较高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反正你现在不管是脸书触及还是那个 YT 触及都很神秘啊。哎，24万订阅，那开台或发影片都没通知。啊，脸书那蓝勾勾追踪十几万，忘记十几万了，十几万哎、欸、都没追踪那些，都没通知就不知道干嘛。神秘啊，真的是神秘啊。那个都被吃光光哎、欸。威一下，威两下，威三下。我想问一下 ，Lin Daughter 乐是什么意思？是骂人的意思吗？笑哭了，笑哭了，我是个香港人。笑哭了，笑哭了，我是个香港人。感谢你的15港元。Lin Daughter 是什么意思？是骂人的吗？怎么可能？就有点像是台湾有台湾人，蛮多人会说你老师嘞这样。那这个 Lin Daughter 就是，对，就是你想的那样，但是他不是骂人的，就是换个说法而已。但我个人觉得不是骂人的，不算吧，不是骂人的吧？那我觉得不是骂人的。世界。好痛哦！林多特嘞！啊！可以，这卢米亚可以啊！等下给他一个赞。来，小青当小偷哎、欸。打凯撒，吸一个血，小偷哎、欸，吸吧，哎呀，晚上好，会想去喝 Toys 的饮料吗？如果有开在台中，可以啊，反正就喝嘛，饮料不就长那样？但我觉得最近那个真的五同号真的很好喝。为啥林多特变口头禅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真的不知道哎、欸。这卡莉位置很皮哎、欸，这很想给他死。差一麦麦一，他跑后面了，小心刚出来。卡莉有局，林多特是什么意思？女小编服务到好，想不到吧？想不到吧？夸张 kill！ 对，对面那个廉价遇到的不是雷队友啊，遇到的是神一般的奎伦。哎，再一只 mega kill！ Nice！ 来，凯撒进去啊！哎！一直打，哎，你落单啊！
哎，有跟卡莉在追，差一点。好像没料哎、欸。我从后面啊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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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有点丑。林多特嘞，刚吃完海底捞，可以请你吃麦当劳庆祝五杀。刚吃完海底捞，可以请你吃麦当劳庆祝五杀。哦，谢谢谢谢米兔美女，哎，感谢你330台币，谢谢谢谢你，你好漂亮啊，祝你廉价开开心心，哎，谢谢。哎，推塔来，摸摸摸摸摸，下个。奶子，天才能祝我生日快乐吗？2月27，那你生日就还没到，提早过生日是不是会折寿啊？还是晚过啊？生日可以提早过吗？不膨胀就不是才哥了。哎，没有了。哦，晚过生日会折寿呀？心要一啦，恭喜您完成五杀。我最近五杀的频率蛮高的。哎，有没有按我赞啊？快点，不按是吧？都不要。29.78，累了吗？哦，好累哦，哦，真的好累哦，我好累哦，我感觉再打一场我会全身发病啊，哎，好累哦。